星星，哎，阿明，表哥觉得怎么样？啊，像我这样身经百战的警务人员，这点皮外伤跟长青春痘一样，他就不同了。这是给他机会接触像我这样的高级上司。你并不是我的上司，你已经不再是警务人员了，你已经被警务署停了职。我不过是把你当一个普通的证人来保护。哎，我是被冤枉的，迟早会水落石出。等我出去后护职，你就知道了。哎哎，你们两个人都少说一句，不要吵了。叫他有出息点好不好啊？跑到这里来卧底。我知道。卧底，你不要再叫他去做卧底了。我最恨他去做卧底。星星啊，你答应过我再也不做卧底了哦。对，但是做卧底也比保护这个白痴好啊。我这种身手还要你保护？你从停职到现在已经被仇家堵了30次了，来啊，哎，来啊！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我盛汤给你们喝啊。还有哪里觉得不舒服啊？头有点烫，还有点昏昏的。这就难怪了。好，你说什么都不肯出院，原来这里的护士这么漂亮。谢谢你啊。哎呦，哎呀，把手烫到了。哎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出院啊？只要你乖乖的。哎，你还看呢？我手烫到了，你都不理我。出去擦点药药就好了。不准再看了啊！小狗才看他。你干嘛呀？刚才好危险，你没看见啊？什么危险？你变态啊！快点！哎，别闹了！是啊，他们我……你别以为我好欺负，你再试试看。你小心！趴下！趴下！啊！你这个色魔！我老公都没有叫我这样。总部，我是周星星，扣我啊。是啊，正好我刚刚破获一个惊天的杀手集团，抓到几个罪有应得的匪徒，叫人来全带回去。我也有混哦。